嚟到台灣機場過關咧，啲人咁多個大灣區啊，路啊，過關都冇咁多人啊，係啦，好虛撼啊！哇，真係好犀利，一過關好犀利。哇！我哋喺羅湖都過關都冇咁多人。我翻每次翻外國都冇咁多人。好勁啊！喺度。真係你睇有排嘅。氹氹跨。好似我哋坐金巴咁樣啊！嗰度啊，年初三去坐金巴嗰時。係啊，差唔多係咁啦。啊！呢度咧就係台北個機場，好細嘅啫。Alan 啊，你好啊，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好朋友，这个 Ivy 啊 ，OK， 我哋而家去坐车啊，嗱，我好朋友 Alan 又坐呢架车，带我哋去观光先，今日我哋夜啲先翻酒店 ，OK，Thank you， 啊，好啦，我这个朋友啊。Alan 呢？现在介绍我们要去的地方啊。我们现在从桃园机场出发啊。那我们要去龙潭区的一个景观餐厅去看一下夕阳。那待会我们会在附近呢，就是找一个特色餐厅一起吃晚餐。OK OK。那我们现在去要大概多少时间呢？大概30分钟。哦，30分钟就到了。大概。OK， 好啦，各位前面黄色呢架咧就系啲台湾嘅的士，台湾的士咧都系黄色嘅。进去，按照那个红色的招牌那个地方。我哋而家嚟到呢个区咧叫龙潭啊，咁啊有个红色嘅招牌，就嚟呢度饮杯咖啡啊，夏夕夏景啊，呢度个 view 几好嘅，所以嚟呢度。影一影相，嗱呢度 hit 一 hit， 我哋嚟呢度啊，因为而家食饭又太早，所以咧就嚟呢度饮杯嘢，倾下偈，同啲台湾朋友。嗱呢度龙潭呢个地方咧，其实系嗰啲郊区嚟嘅。我哋喺度咧影一影相，嗱呢间餐厅虽然唔系话好新，但系咧古色古香，而家望到个市区啦，前面就系、是。今日咧就有少少冻冻地，而家就差唔多十几二十度。Alan， 嗱、啊，各位呢一间嘅餐厅嘅名字叫夏夕夏景啊，咁咧我哋而家咧就喺呢度，我喺呢度，系啊，用紧啦，冇啊，呢个餐厅几靓嘅，咁我哋喺度叫啲嘢饮，然后咧就。等一下，开始。这是玫瑰花茶，这是玫瑰花茶。还有呢，这个呢？这是花旗参红枣枸杞茶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这什么冰？奶盖红茶。哦，奶盖红茶。这个是桂花茶。桂花茶。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开启我们的 high tea。现在是什么地方？介绍一下。这个夏夕夏景啊，刚才已经影过影咗啦。啊，都漂亮。啊，人家在做笑啊，这年轻人做这个。这要分配这样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好朋友，介绍下自己。哦，你是？嗨，
你姓什么名字啊？哦，开始吗？啊，还有你。嗨，你好、啊，我是台湾的好朋友，艾莉。OK，、啊、这个是。香港的好朋友。这个老朋友不用介绍了。我是香港的老朋友，我叫曼妮。啊，这个呢？嗨，我是台湾的朋友，我叫 Alan。Alan 啊。你好。嗱、啊，呢度嘅環境唔錯啊，真係。我哋喺度啊，坐咗個零鐘啊。嗱、啊，而家嚟呢一間咧，我哋都係郊區嘅地方嚟。從業員餐廳啊，今晚嚟呢度食飯，因為我啲好朋友係地道台灣人啊嘛，都係帶我哋嚟呢啲。我呢間好出名嘅。開咗好多年。嗱，离远呢个 building 咧，就系呢间从业员餐厅啊。咁我哋今晚就嚟呢度食饭啊。我哋个台湾好朋友带我哋嚟嘅。OK。影下个招牌，从业员，从业员啊，入边几高级啊，好靓喎入边。我哋台湾朋友带我哋嚟食喂呢间嘢，几十年噶啦吓。系啊，二三十年啦。初初好细间，而家咧就改咗，起得咁高啦，开。起咗三層，初初第一層。餐廳啊，裏邊嘅裝飾就係咁啦。都是意思啊，一人台灣的教授級的意思，大學上面教有十個意思，一人送一個盤子送給我們。啊，這個是老闆。這個老闆的藝術家朋友。哦。做給他。老闆的藝術家朋友。這個是我的。哦，這個是你的。老闆是藝術家。我不是藝術家，我是老人家。OK， 这是很厉害的老人家。好了，我哋可以啦，搵位啦。老板可以拍一下，不要拍我，这么吵。我哋而家入座啦，订咗呢张台。今晚就喺呢度食饭。进去啊！好用啊！嗱，我就系订咗呢张台啦，今晚就喺呢度食饭啦。放三鸡，他们自己养的，对，哦，自己养的，这是松叶园自己养的，自己养的鸡，对对对，啊、然后做的油鸡，通山跑的，这个是走地鸡啊，这，走地鸡，走地鸡，跑的再快还是被抓到，制造不是木，这个酱呢，佢哋呢个独家炮制嘅，客家主酱，咁啊，里边嘅料有咩咧？桔汁啊，桔汁，桔酱，就是主酱，对，就是特色。咖喱蟹，什么？咖喱蟹 ，curry， curry crab， curry crab。咁啊，我哋咧整啲面包嘅。嗯，对对对，搭配面包。面包啊，就今日我哋第二个送就系呢个啦。嗯。O K。客家小炒，里面有，台湾青葱，然后鱿鱼，有洋葱，豆腐干跟猪肉。猪肉条，这个送的这位小姐就话野味啲嘅，啊，这个是四季豆加呢个茄瓜，啊，呢度系地道嘅菜嚟嘅小菜。头先我咧就觉得呢个鸡都几好食，啊，那个鸡系冷盘嚟嘅，因为佢即系冇乜肥肉嘅，冇骨，啊，咁咧。这一个呢就原来是软壳蟹来的，加这些面包，面包也是又是我的最爱，最喜欢吃的软壳蟹。好我呢最喜欢吃这个来一份够了，这个好吃，啊，来介绍了，这个是橙汁排骨是吧？橙汁排骨，我的发音标准不标准？标准标准啊，可以了。后面来这个我都是味道浓一点的，呢、这個味道最濃，呢、这個味道辣辣地添啊！呢、这個都係嘅，呢、这個都係辣，都係少少辣辣地。佢呢度啲菜咧好香好味。
送到飯啦，我哋剛才啲麵包食曬，而家來多一份，買多依啊依份啊呢個軟殼蟹 ，OK。这是拔丝鼠芋，拔丝鼠芋就是地瓜跟芋头， okay. 然后外面有麦芽糖。这个是薯仔，地瓜啊，地瓜番薯啊，咁啊甜品嚟噶呢个，我哋今日个晚餐芋头啊芋头啊呢、这个好甜噶，睇个样子都知啦。好啦，好尝试下啦，尝试下大家。有食埋啲虾。你全部拔起来都没有了，没有。但是你确实，它确实要拔起来，不然就全部会粘在一起。嗱、啊，有啲丝啊，佢哋话一拎上嚟有啲丝嘅，但系咧又干咗、啊。啊，见到啦，少少丝啊。嚟、哎、，OK， 谢。我哋嚟到呢度咧，叫做龙腾。如果不是我們在台灣朋友帶來呢，我們真的不懂來的，起碼你沒有車你來不到，要坐的士，的士來說相當貴。那今晚的餸呢，這個都叫做很好吃的，佢將南果裝，差唔多食曬。軟殼蟹，佢入麵包最好食，真係好食。跟住咧，個橙汁排骨，有酸酸甜甜。個雞，個雞真係好正，一啲骨都冇。你現在去哪裡啊？我下午煮。但係嗰個，你最好就煎一個很辣的青葱啊、洋葱啊，呢個辣啲。仲有一個咧，四季豆嗰個咧，都係辣嘅。都是辣的，四季豆和那個茄子都是辣的。咁咧，今晚個甜品就係嗰個芋頭，番薯，係啊，係啦，甜嘅。好似我哋有啲潮州酒家就整呢啲甜嘅，但係潮州酒家俾佢咁。我就喺大致上啲餸都好啦。如果你哋嚟台灣咧，嚟呢間嘢食值得嘅呢間嘢，係啊，即係我香港人啦。我嚟台灣，我都係第二次嚟。我今次嚟就係麻煩啲，因為喺香港搞個落地簽證咧，就搞得唔係咁。唔記得吸引啊！唔記得吸引，所以嚟到咧就搞佢一個鐘。O K。咁咧，我哋今晚就食飽啦。今晚拍到咁多啦，希望大家咧就俾個 like， 同埋最緊要咧就俾個 like 啊，加埋落去。訂閱。訂閱最緊要訂閱啊！多啲人訂閱，我哋拍多啲片啦。好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，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Dicky 哥、迪奇哥的 YouTube， 他会不定时的更新他的生活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，在他 YouTube， 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好，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啊。好，谢谢。Okay.